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Step back, 3-point splash, yeah. Logo shot, logo shot, yeah. 前面有快攻机会，肖顺义 面对 Pointer 第二拍闪不过大敌。 不过后面还有高国豪补进这两分，但是他的本事啊，来给阿Tino，篮底下白金这两分，打好一节是。那其他三节都没办法去成功的得分或有效的得分，所以也必须得说，第一节要打好，那你从第一节开始，第二节、第四节、第四节怎么样维持这样的稳定的输出哦？因为每场比赛是6.2个助攻，是联盟排名第一啊。 高国豪，上一下的抛投，打了进这两分。Handoff再给到国豪，再做一个太配合，三分线的出手，高国豪个人连拿5分。力的协防的时间来的虽然有点慢，但是完全还是来得及的。把前面换 Pointer 再来守一个了吗？中距离打板，这两分拿得稳当，聪明。 Pick and roll 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知道，对手是走后面的掩护护球的动作，那可能会好一点。高国豪的防守站位，他插进来那个位置也刚刚好，直接把球给断掉。是，时间到点，这边要恭喜福尔摩沙财新梦想家，在开春第一场比赛123-99击败了来访的新竹接口工程师。